你是怎么做的？为什么考了29分？是用笔做的。什么用笔做的？我问你，为什么只考了29分？不知道，是老师改的29分。假如你和小明、小红每个人有3个篮子，每个篮子有4个苹果，总共等于多少个苹果？我就2只手，拿不了3个篮子。我就2只手。你别笑。3个篮子。你不用管拿不拿得了，我说总共等于多少个苹果？等于48个。怎么会48个呢？一人3个篮子，每个篮子有4个苹果，3次是不是12个？你12个，小明12个，小红12个，加在一起不是等于36吗？怎么是48呢？还有个假如。书上说，一瓶可乐1.5块一瓶。假如你有2块钱，买完一瓶可乐，你还剩多少钱？没有钱了。怎么就没有钱了呢？一瓶可乐3块钱。我说假如一瓶可乐1.5块一瓶，你身上有2块钱，买完一瓶之后还剩多少钱？没钱了。怎么就没钱了呢？那个5角钱给我买棒棒糖吃了。那个5角钱给我买棒棒糖吃了。今天你老师投诉你，说你班里面在大扫除的时候，所有的同学都在搞卫生，都在帮忙扫地，你为什么不扫啊？我读书又不是为了扫地，我读书又不是为了扫地。六是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六是，关注六是后进内部群。